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波波日常。我们今天要来挂的是200元的妈祖宝币，头奖是200万。妈祖宝币第二弹，上一次的30跟32，我们只中了一张200块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3号跟23号，也就是妈祖的生日3月23。然后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有不错的斩获。然后在开刮之前呢，我们一样按照惯例先来转刮刮乐工具。对，好，开始吧。今天的工具是铜板。好，其他三个先收掉吧。他的奖金分配如何？那你今天想要先刮3号还是23？3号。好，那我就先把23拿走。开始吧。第一区，它就是刮出3个相同的符号，就可以获得该对应的奖金。第一个什么？房子吗？庙。庙庙。再来。第二局。第二局是交钱。钱没了。好，第三局。宝物。宝物。再来。签筒。哇，没了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游戏。刮出一个金额就可以获得该金额。000。第三区刮出3个相同的金额，就可以获得奖金。所以这张有3个相同的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来换另外一张。23号。好，一样从第一局开始。是什么？这是香炉。香炉，香炉。钱筒。好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好像是帽子。庙。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换第二区。还是没。好，第三个。有相同的吗？没。好，没。我们来整理一下。OK， 我们整理好了。首先，先来看第一张3号。它的代码是 FEN， 没有中。再来23号，它的代码是 XEN， 所以也是没有中。今天的2张都做了公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接再厉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对。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中午12:15固定准时发片，还有每个礼拜六跟礼拜日我们都会不定时的发片，请大家记得支持我们哦。拜拜拜拜拜。